怕车撞了。你闻了一股大麻，在车里面都闻了一股大麻味。现在这里多少人？
面洗澡啊，去流浪洗澡，有时候就开着这个水龙头，开着这个消防栓在洗。刚才我看到有几个人在那里洗澡，白天，大白天的。这个街头巷尾，几乎每个角落都有 homeless。这里的小东京呢？小东京就在这里。
前面去看一下。志愿者在给他们发送免费的食物，看了好几个，有好几处在发食物的地方。
快了。下车呵呵，怕遇到一个精神不正常的，到时候就麻烦。然后到花店，这一块都是一个帐篷，挨着一个帐篷，太多了，看看，太多了。Thank you.
街。现在是由南往北开，这咋回事啊？市政厅这里，这封路了，我靠！这里有好多这个帐篷啊，这路边上，这怎么？